大家好，欢迎上科技湖。那微信呢，这两天又偷偷的更新了一个内容啊，我们可以发现在发现页面这里找到搜一搜，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你想要搜索的内容，就可以发现呢，这里多了很多的分类，有公众号、视频、朋友圈、文章、表情等等的。那在此之前呢是没有这个分类的。那增加了这个分类之后呢，相比以前就可以更精确的找到你想要找的内容。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搜索科技湖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公众号、有朋友圈的内容和视频内容。而且呢，以前的搜索是完全没有这么细化的。那说起来呢，好像有一点抽象了。我现在直接跟大家演示搜索周杰伦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周杰伦的资讯。然后呢，有朋友发关于周杰伦相应的朋友圈，而且呢，可以看到有周杰伦的演出、音乐，还有他的表情包、视频等等等等。而且呢，我们可以点击上面的这个分类，直接搜索周杰伦的音乐和表情包。比如说，我们点击表情包之后呢，可以直接发送给朋友，非常的方便。那我觉得这个搜索表情包的功能还是非常的实用的。那除了这些呢，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就是呢，比如说你想看某一个公众号的内容，你就可以在这里搜索公众号的名字加内容，然后呢点击文章，这里就会出现相关的内容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点击这里的按条件筛选，更精细的筛选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用。最后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手机的声音越用越小呢？那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科技湖，回复音波，点击播放完之后呢，你的手机声音就变大了。那别问我为什么，这就是黑科技的力量。